OK， 来妮妮。好，大家好，妮妮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粉丝来看。那个就是印钱是吧？对，我在这个里面演了一个特别硬，哦，很 man， 很 man 的女人。期待一下，哇，天哪！对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，厉害，看得开心，厉害了。好，来我们的留言。反正都剧透一点吧，就是我演一个可男可女的人，大家看我男人演的好还是女人演的好？行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欢迎留言，来志平。啊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我演的是一名男的，啊，他是一位捕快，然后就是再也不是捕快了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啊，主要是谢谢你们这么晚都来看我们的电影，然后就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把这份欢乐蔓延出去啊，多跟人说，帮我们宣传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好的，来我们的伍佰大哥，你看有从，大家好，我是伍佰。我还没讲第二句，唱歌那个伍佰，我再唱一个，今天不是演唱会，现在不是演唱会，现在是电影会，很难得拍了一个电影，然后谢谢你们来，然后里面我是演老大，这个名字好好笑，因为所有人看到我就叫我老大，对，戏下戏上都是这样子，不错，好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伍佰大哥，来我们的冬雨。冬雨，谢谢你们送给我的花，我特别感动，我一会儿让他们扛回家，我就扛回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来，还有老大的。还有老大的啊，好的。我们两个是老大的，我两个是老大的。哪里？啊，那边的是啊，哎呦。好，我们都看了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那个袁和平导演八爷跟大家问声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袁和平。前面这两个电影你们看了一定会很开心，娱乐性的，你们出去一定是大家很快乐的那一种。谢谢。好，来最后我们的大鹏哥，来 hello， 我觉得那个，因为我们走了很多的影厅，我觉得这个影厅很特别啊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影厅都是啊，就是各自的影迷的朋友们，是，好，多谢，是，我知道，一不错啊。那个待会儿就看到我们演的电影，我相信你们会很欢乐的，谁出来你就喊谁，好不好？跟演唱会似的。对，就待会儿一边喊一边看啊，这是一个很欢乐的电影啊。群戏怎么办？群戏啊，就看谁能打过谁呗。看出来了，来者不善啊。OK， 好，老大这几个粉丝挺厉害啊。累了。OK 啊。知道了，这样，还有点时间，你的热情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哈。虽然是硬钱，可能大家对于电影当中的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难得你们今天心中的老大都来到现场了啊，有什么话或者是告白的，咱们都可以聊说一说。来，我们那个北京，我们伍佰大哥的这个歌迷，有什么话想对老大说？老大，你好，我是北京燕子。啊，是你。熟，认识。导演，我当老大当很久了，你不知道而已，他们都叫老大，都叫老大。演电影我是经验不是很多啊，演唱会我经验比较多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这个让我认识这么多很特别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，对，怎么特别法功能的人，因为每一个人我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演的不怎么样
哦，结果我看了片子的时候，哇，每个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啊。所以演戏跟唱歌不一样，嗯，有时候每个人都会唱歌，而且每个人都会唱歌，哎，真的。比如说我在演戏的时候，他们我后面一直会有人唱歌给我听，都是他那个人。对啊，你们都看着视频了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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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听他唱一次，预备开始。听见你说朝阳起哟，你远处的天空。我怕你们老大吓人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完不像。你真的是你本来唱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啊！你没有模仿我嘛？对，你没有模仿我。没有没有。好，那就影响很深。